at Tiffany's and bottles of bubbles. Girls with tattoos who like getting in trouble.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shit, I should be a sav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alls and my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Yeah,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loss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p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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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My ideas are priceless. I know I'm the nicest. I knew you would like this.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好久不见。今天的视频是一期初秋的穿搭项的购物分享，大大小小有20多件新的单品和大家见面。接下来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单品的详情及我在搭配上的一些思路。另外，马上就到9月9号的九九大促了，这是双11之前力度最大的一个折扣期。我手上有3件品牌寄送的单品要跟大家分享，都是一番挑选下来觉得比较物美价廉的产品。So let's go。首先是肤贝丽干湿。两用的美妆蛋，这个品牌前面合作过，我对他们的出品挺满意的。这一次他们出了新品的美妆蛋，就先给我寄过来试用。我到现在是用了好几次，它的使用感好，性价比也还不错。日常的价格是59，九九大促的活动价格是29.8。跟客服报暗号张云可以领10元和30元的优惠券，折合下来是19.8一支，30块钱两支这样。它的质地是很柔软 Q 弹的那种，触感也比较细腻，打湿及水都很快。我每次出门应急买的美妆蛋都容易出现打湿难及水难的缺点，基本上一回家就闲置了。这一次我也做了功课，一般像这种吸水性比较好比较亲肤的都是非乳胶质地的，这种材质会更安全，不易过敏。像这种表面能够看到小气孔的，上妆会更服帖不吃粉。有些牌子的气孔太大或者看不见气孔的，往往都是比较容易吃粉的，大家下次购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包装是一个透明球的存储器，挺少女的，它可以干湿两用，一般干用用来上散粉粉饼，所有液体的底妆产品都要打湿捏干后用，这样不吃粉，而且均匀吸水的底妆会更通透。我觉得不吃粉也是它让人满意的一点，底妆多贵啊。接下来是完美日记的小酒馆水光唇釉，九九大促的活动价格是59，前一个小时是第二支9.9，同时还会送一支唇线笔，可以叠加购物津贴等等，非常划算。我之前就有说过了，这种大的活动日是存完美日记最好的时候。这系列唇釉的管身很上档次，有分量感，渐变并带有细微的雷射珠光。我手上有4个颜色，分别是 H11 他们的明星色号猩红伏特加，是一个番茄红色， H13 肉桂红酒，一个豆沙棕色， H12 茶色波特酒，温柔的奶茶色，还有 H05 波本威士忌带金闪的橘色。这一系列的唇釉上唇以后会有清凉感，等待几秒以后会成膜，快速成膜一方面是不黏腻，另一方面是锁色，乳化的精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膜防护。可以看到它的水光感很细腻高级，薄涂可以当唇蜜使用或者局部叠涂，厚涂水光感明显，封唇效果好。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H11 猩红伏特加，一个烂番茄色，这个颜色和质地的口红是每个女生都必备的吧，元气减龄。还有 H13 肉桂红酒，是一个豆沙棕色，这个颜色非常适合气质淡妆裸妆，很好驾驭喜欢中性风简约风穿搭的妹子，不要错过。我会在弹幕区随机抓一位朋友送出2支这种同款的唇釉，如果你种草了就多多互动起来哦。接下来是姬小棉的纯棉洗脸巾，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纯棉巾的，创始人是来自清华的一个学霸小哥哥，他们的产品也出自于清华的实验室。目前全系列有3款针对不同肤质的产品，无论你买哪种，它都会附赠全系列的试用装，收到以后先用试用装，在正装不拆封的情况下就可以换货或者无理由退货。第一是用来代替毛巾擦脸，我新家这边没有阳台，毛巾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一直在楼下的 Nomi 买洗脸巾，没有对比之前我觉得还不错，反正只是吸吸水。他们给我寄了以后对比是真的大，姬小棉非常亲肤，触感好很多，而且一点毛絮都没有，用在脸上会更安心，用料扎实，完全可以当做卸妆巾。正常的淡妆一张的话绰绰有余，不会跑棉扯裂，也不会很吃卸妆水。另外洗脸巾也可以当做面膜纸使用，把它剪成小份，然后倒上化妆水湿敷在鼻翼脸颊，这些比较容易干燥卡粉的
地方，补水效果会比直接拍水好很多。九九大促的活动是买两盒送一盒，买四盒送三盒，折合下来是13块钱一盒，比 Nomi 还便宜，完全是两个不同档次的产品。最后是我之前给大家安利过的一个免费的教育社交 APP Tami， 它的主要功能有线上计时器、连麦学习、视频打卡、互助群、打卡群、学习圈等等，其实很多学习达人已经介绍过了，适合缺乏学习动力想找人监督，有着明确的备考目标但焦虑想找人共同奋斗，或者觉得学习枯燥想边学边玩的人。最大的用户群体是升学考研考证的朋友，我会把我之前写过的关于详细功能的文章放在链接里。这次他们找我推荐主要是整个产品理念也发生了改变，开挂的人生从这里开始，新增了很多趣味的功能和板块，比如图书馆可以自己或者邀请朋友一起泡馆，本质上是一个线上计时器，泡完馆还能够给山区的孩子捐书。在学习圈的下面增加了热点讨论话题，比如这个给你看我的笔记，里面满满都是道友分享的笔记，评论区也很和谐正能量，还有每天一个 TED 演讲等等，学习氛围非常浓。你能看到里面的用户分享的都是非常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不是说功成名就就最美好，其实这个奋斗的过程也是很值得骄傲很值得被记录的。穿搭的第一套 look 是一个芒果黄针织加黄绿色雏菊半裙的组合，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刚刚好，由于半裙已经比较花哨，上衣就选择简约素雅的，夏秋过渡期一件长袖针织或者薄薄的马海毛毛衣就能把春夏的半裙利用起来。这件针织是宽松落肩的设计，小小的镂空比较透，我内搭的是同色的小背心，半裙前后有6块切片，做的是一个鱼尾的下摆，不是简单的 A 字，动起来很飘逸带感，颜色和印花也属于比较有气质的。因为有白色的雏菊底色，这一套搭配白色的包包和这双乐福鞋完全没有违和感。第二套 look 是经典的红蓝撞色，随性的藏蓝色雪纺开衫搭配红色的小吊带，下装搭配一个复古蓝的直筒裤，整体是比较法式的 feel。 这件藏蓝色的花朵衬衫我自己很喜欢，大小和版型都刚刚好，白色元素的占比还挺大的，加上是今年很火的雏菊元素，就比较俏皮不显沉闷。如果你也是梨形身材腿不太直，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直筒裤，我这条是9分的，对小个子友好，质量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正常对得起价格。杏色的牛津鞋和拼色的梯形包包前面有讲过，这些介绍过的单品今天就不重复讲了，链接的文章会有补充的内容。 Look 3比较文艺，是配饰运用的比较好的一套，可惜撞色的抽象风直筒裤质量很差，质感也不好，这一套就是丝巾搭配的一个例子，长条的丝巾会比三角巾方巾更容易入门，简单打结的方法形似领巾，和西装外套牛津鞋在风格上会很搭配，营造出一种文艺的复古感。不搭丝巾的话，一方面脖子会很空，另外下半身较浅的颜色是配不上妆发的，杏白色的西装外套版型比较修身温柔，搭配空间大，其实它的剪裁利落干练，搭配简单的裤装也能穿出简约的高级感，同款还有卡其色和黑色。第四套是一个衬衫的叠穿，白色的 T 恤牛仔裤乐福鞋是底色，从上到下相呼应，叠穿在里面的衬衫要选能和风衣完美搭配的，这个套路可以运用在各种衬衫的叠穿上，格纹和风衣是非常搭的，格纹元素的运用一直就是 Burberry 风衣的特色，两者会相互烘托，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包包和皮带选择的是比较商务风的棕色，黄绿色的格纹衬衫是淘到的超值宝贝，单价才28，但是穿着非常舒适，布料也不显廉价，颜色正，注意它是短款的，塞进裤子里的话有点容易跑出来，其他的单品在后面会介绍到。第五套是卫衣加西装外套，秋冬的一个经典搭配思路，整体是又酷又少女，回头率绝对超级高。这件卫衣我一开始贼担心它会很大，理想的就是这种宽大但不压个子，布料多但贴合身材，面料的质感你们透过镜头是可以看到的，快时尚的价格但质量绝对吊打，它是一个米色，比较厚实但不加绒，拖地裤还是老朋友，其实实物的颜色没有这么绝，不过版型超好，面料厚度适中，柔软舒适，天蓝色的西装外套造型还可以，颜色也是明亮好搭，但是布料做工质感这些和今天的其他西装外套都是没得比的，薄易皱，不过价格摆在那里嘛。第六套是一套背心的穿搭，淡蓝色背心的质感非常好，很柔软细腻的针织，背心的长度很多都是比较长的，适合只要有态度无所谓显腿长的妹子，像我158搭配拖地长裤其实不虚，搭直筒裤的话可以塞一脚进裤子里，它巨显腿长，腰身什么的也特别合适，版型没有什么 bug， 是那种一上身就会很喜欢的，褪色的话这么深的蓝色多少是一定会褪的。西装外套的质感可以用惊艳来形容，非常有分量，面料和做工高级感满满，揉捏不易起皱，手肘和侧边拼接有细小的千鸟格纹，有垫
肩，但不会过于 over， 胸前只有一粒扣，内衬质感也好，剪裁利落，大气有型，颜色和款式耐看，不会显老气。第七套是一套通勤风的棕色穿搭，但是衣服和裤子都是我在线下买的。水墨画图案的衬衫比较有设计感，在腰的位置有绑带，可以穿出不少花样。现在还流行上下错位扣扣子，打造衬衫自然的褶皱，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后在淘宝找了一家差不多的，买了一个黑色无绑带的款式，面料是一样的。这一件搭黑色西装阔腿裤也一定很好看，质感还不错。棕色的阔腿裤面料贼高级，垂坠有分量，西装外套还是原来的棕色格纹西装外套，鞋子是白色乐福鞋，包包是白色的蛇纹包。第八套这两件衣服回来都有点不达预期，彩虹卫衣真实的很大，袖子的束口也很大，根本起不了作用，整个袖子一直跑下去，但是这个配色还是很青春可爱的。裤子买回来有色差，没有图片那么棕色，更偏向于土色，补丁和大口袋还挺有个性的，另外长度居然合适，对这种风格感兴趣的朋友有吗？第九套也是一个卫衣加西装外套的搭配，小性感的牛仔半裙，休闲的帆布鞋，咱们是可可爱爱的灵魂。褶皱包包和裙子的颜色相呼应，它的设计感提升了整个穿搭的档次，在这一套中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否则这个蓝色牛仔裙和外套并不搭，休闲的卫衣、牛仔裙、帆布鞋都在中和西装外套板正严肃的 feel。 蓝绿色的夸张大耳环也使得这一身更俏皮灵动。对了，由于西装外套比较宽松，卫衣也不厚，这样的叠穿是完全灵活的。牛仔裙是浅蓝色的，长度较短，也算是比较经典不会过时的款式吧。鞋子还是西域的芒果黄和草绿色拼接的帆布鞋，特别百搭。第十套还是这个背心的叠穿，换成了白色直筒裤，鞋子也改成了呼应的红色拉链靴，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为了让风衣融入这一身，最外层的包包也换成了酒红色的。白色的直筒裤建议人手一条，前面那套黄绿色格纹加风衣也是这条裤子，版型优秀，完美藏假胯，高腰设计非常显腿长，各个维度都很适合我，包臀效果也好。搭靴子的时候我有往上卷一卷，酒红色丝绒的风情包依然在售，质感没得说，链条是复古做旧的金色，但是自重较重。风衣是个浅卡其色的拼接风衣插肩设计，把后背经典的挡风片放在前面来，腰间和袖口都可以抽拉，垂下来的几条带子也是特色，整体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对于小个子来讲很友好。由于它的腰间抽拉位置高，视觉上有拉长腿部线条的作用，面料是单层薄薄的，并非很有分量。第十一套是比较复古的穿搭，其实这件衬衫有点花，怎么外穿都不太好看，搭上这件白色的西装外套，把西装袖口往上折一截，衬衫的袖子拉出来再往上翻，这两件就仿佛天生一套的了。橘色半裙是线下买的，木有链接，它正好和衬衫的橘色色块搭配，本身又自带复古属性，非常合适。包包为了配合西装牛津鞋的优雅，选择了这个贝壳链的撞色风情包。最后一套比较学生少女，利用了夏季的背带牛仔裤搭上刚刚的黄绿格纹衬衫，反复出镜的帆布鞋，甜甜圈小背包，俏皮减龄，很简单的一套。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帮我投个币点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拜拜。